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 PS5 光驱版这个盘面怎么放，是这么放还是这么放。正确的方法是光面朝右，带图案的是朝左的。我第一次在放盘的时候就放错了，这个声音也是很感人的啊。它上面这是弹出光驱，下面这个是开关，长的键是开关，短的键是弹出光盘。因为我之前在用相机的时候插存储卡也遇到过这类的问题，那个存储卡呀，它也是分两面，一个是带图案的面，另外一个是带金手指的面。它那个金手指的面一般都是朝着机器比较厚的位置，你看这个光驱的右侧是比较薄的，它比较薄的位置一般是没有什么芯片的，像这个位置是比较厚，重要的元器件应该都是在这个位置。那我认为它这个读写光驱的这个马达读盘的元器件也应该是在这个位置，它应该是这样放。但是 PS5 的读盘的这个元器件是在薄的这个位置，如果这个盘面放反了会怎样呢？最后什么都没发生，进入游戏是无法进入游戏的，它还在一个劲儿的读。我们还是把它退出来吧。正确的方式是光面朝右，朝薄的位置。好了，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希望对你有帮助，我们下次见。